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帅男？是不是靓女？脸皮是越来越厚了。这个干拉，这是手工面片。我们吃完饭了，吃了个啥，老婆？吃了个干拉。现在我们去我们大同这边的原始森林。我们大同多热闹。我们大同的一个山沟沟里面，这是来这里主要拍个照片，这个里面进去。就是我们跑了几个我们大同这边的原始森林，但都不让进，都是保护起来的，可能就拍不了了。但是真的很漂亮，跟瑞典特别像，对，跟瑞典的那个森林特别像。可以，现在他们人上来之后说只要不抽烟，防火做好就行了。但是我们不抽烟嘛，就是拍个照片，拍完照片我们就回家。主要是拍我们米粒的一家的这个毛衣，纯手工纯羊毛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帅男？是不是靓女？脸皮是越来越厚了。我今天没拿照相机，拿了手机，手机的颜色不正，是吧？但感觉不错，感觉不错。哎呦，小星，现在是另外一件毛衣，对，继续开始工作。都怎么样？这就是他呀。这是最后一款毛衣，然后回家了。骑一个热热的车。哈哈，现在特了。来，快点，我们快点啊，跑起来！哎呦，拍完了，老婆什么感受？哎呦！结束了。